来到悠悠迷你大坑，你猜你都猜不到。不论动身体或动脑，答回答案才最重要。奇奇怪怪迷你国王爱热闹，嘻嘻哈哈猜谜大坑爱耍宝。答对就好。哎呦，这里痛痛的！哎呦，外星人怎么会这里痛痛的？因为我滑倒的啦。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焦大臣爱吃香蕉，又乱丢香蕉皮，害你滑倒的哦。不是的，是地上有水，我就咕溜，哎呦，跌倒的啦。怎么会有水啊？应该不会是美丽花浇花的水啊。对呀、啊，那小小兵，如果走廊上面有水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慢慢走，才不会跌倒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萨瓦迪卡，好玩又清凉的泼水节，大家一起来玩水，我泼，我泼，我泼，泼泼。滴滴滴，就是他，他的水害我滑倒的啦。他是刚从泰国回来的柳丁导游啊，怎么会掉到陷阱里了嘞？哎呀，哎呦，外星人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的水泼太多，害你滑倒了，连我自己啊也不小心滑进陷阱里了。哎，你们可以救我出来吗 ？OK 的，有礼貌，有说 sorry 的啦。没问题，我们赶快救他出来吧。国王爸比，赶快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哦。谢谢爸比。啊，清洁好帮手，今天要猜的是一种常见的清洁用品哦。对的对的，家里有，学校有，常常可以看到它的啦。哦，常常看到，那一定很好猜喽。小小兵，你们知道哪些清洁用品呢？吸油布、吸尘器、吸尘器、抹布、抹布，还有呢？笨的、笨的、菜瓜布、拖把、拖把。小小兵知道好多好多，很厉害。对，小小兵棒棒的，你们说的都很好用的啦。不过再提醒大家一下哦，今天要猜的清洁用品有一根长长的棍子，这样拿起来比较方便哦。快想想答案，到底是是虾米，是虾米，加加油，互相打打气，有信心保证没问题。哎，今天的答案啊，玩完泼水之后啊，也用得到它，待会记得借我用一下哦。OK 的 ，OK 的，第二个提示。国王给的水，这种清洁用品呢，可以拿来干擦灰尘，最重要的是吸水哦。没错，用它来吸水，超级无敌方便呢，就像这样，拖过去，再拖过来，嘿嘿，干爽溜溜，保证不咕溜。吸水的清洁用品，小小兵有答案了吗？时间快到。聪明的小小兵，答案是什么？拖把。我们的答案是拖把，咕溜咕溜。答案是拖把的咪，请国王公布正确解答的啦。有一根长长棍子用来吸水的清洁用品就是拖把，恭喜小小兵答对了。咪咪金钥匙 open。我出来了。谢谢大家，小小兵，我带你们出国玩水好不好啊？玩玩要拖地，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。精神不济，哈欠不停。
是不是？千万千万不要嘴巴一直嚼，坐在电视前面喊口号。千万千万不要手机一直滑到眼睛脖子都歪掉。身体好不用多说，其实大家都知道。为什么还在唱歌鼓励大家做体操？会不会太老套？一起来玩。我是月亮姐姐。Hi, I'm Strawberry. 我是草莓姐姐。What's your name? 你叫什么名字呢？ Great! Let's sing ABC songs. 的铃铛 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all the way.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叮当响的铃铛，叮当响的铃铛，一路响叮当。Fun, 有趣的。Horse, 马。还有 sleigh, 雪橇。Oh,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.这句话意思是说啊，能坐在一匹马拉的雪橇上面是一件多有趣的事情啊！真的耶！而且每次到了圣诞季节，这首歌都会传遍大街小巷，听说它是最受欢迎的圣诞歌曲哦。虽然它现在是一首圣诞歌曲，可是当初啊是为了感恩节而做的，那时候的歌名叫做 One Horse Open Sleigh。真的哦。但我还是觉得这首歌在圣诞节唱超适合的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它是一首超级欢乐的歌曲。没错，那我们就再来唱一次喽。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, over the field we go, laughing all the way. Bells on bobtail ring, making spirits bright. Oh, what fun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! Hey, 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all the way. Oh,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. Hey, jingle bells.Merry Christmas! Merry Christmas! 小朋友 Merry Christmas! 草莓姐姐，我有发现 Jingle Bells 这首歌里面唱的是 One Horse 一匹马拉着 Sleigh 雪橇。所以说不是一群驯鹿，而是一匹马。这样这匹马也太辛苦了吧？那只能希望小朋友的礼物不要太重哦。啊，不行不行，礼物要又大又重才好啊。难怪我们现在还是麻烦驯鹿们呢。那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吧。小朋友也要跟我们大声一起唱咯。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all the way. Oh,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.Hey, 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all the way. Oh,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. 小朋友，你们都唱得很棒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有长长的梯子跟水枪，我是救难小英雄。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要让我过，你听听。灭火就是我的工作，聪明的小朋友猜对了吗？我就是消防车。
丢、哦，怎么有那么大的蜘蛛啊？还有蜘蛛丝、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太久没有打扫了，一定要好好整理一下。糖果，糖果，我们要吃糖果。Q Q， 吓两跳、哦。不给糖就捣蛋。Q， 原来是万圣节哦，我知道，要来发糖果。我想要问香 Q 博士，为什么蝙蝠会倒着睡觉？它会不会不舒服？哦，你问的蝙蝠？哎，我要先去买个东西，等一下再来回答你哟、哦。买个的，慢慢吃啊。啊！一年一度的万圣怪物 Party 开始。哦啦啦，奇怪了，我们不是约好了每天这个时候要准时捣蛋的吗？是谁还没来呀、啊？哇，我来了！啪嗒啪嗒，噌！哎，我说布莱德伯爵呀、啊，你又迟到嘞！你要不要学我下次坐着扫把来比较快呀、啊？嗯，没办法。你也知道我出门整理这颗头需要一点时间，要是乱乱的怎么表现出我伯爵的气质呢？哦，哎，你们蝙蝠啊也不站好，睡觉的时候又喜欢倒吊着，这样子睡醒的时候头发当然是竖起来的咯。对啊，你们睡觉的姿势很奇怪耶。我就习惯了嘛。没错，蝙蝠在休息或是睡觉的时候会把头朝下，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有关哦。哦，没错。各位，它的肉看起来很像 Q 呢。咱们一起开动。呀 ，Q！ 等一下，如果你们现在把我吃掉，就没有人可以回答你们蝙蝠为什么倒挂着睡觉的问题哦。哦，我们很想知道。嗯，那就对了，不可以吃我 ，Q。没问题。回答文字。嗯嗯嗯怎么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怪怪的啊？不过啊，蝙蝠啊是利用它后肢的尖爪勾住细缝，把整个身体倒吊着睡觉的哦。可是趴着睡不是比较舒服吗 ？Q， 没错，大部分的动物都是俯卧着睡觉，而蝙蝠啊，因为它的前肢退化了，后肢又跟翼膜相连，所以当它在地面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走路或是站立，连展翼飞行都有困难，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哦。对的，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才习惯到高处倒挂起来。一旦有任何危险状况发生，我们就打开飞行，就灵活许多了。可是你们蝙蝠倒挂久了，不会觉得头有点晕、贫血吗 ？Q 不会晕，因为蝙蝠的体重很轻，当它倒吊时的重力不足以影响血液倒流。血液。为什么听到血液就让我精神特别好、特别开心呢、啊？我也是啊。Q， 那你们就慢慢用餐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只要第一波有，先走了。Q， 各位，捣蛋鬼晚餐时间到了。哇！还好我跑得快耶，应该能追过来吧。哎，捣蛋鬼，快出来，我来发糖果了。哇！这蝙蝠去哪里买的？这么逼真哦！捣蛋鬼爱捣蛋，糖果都给你们，不要再过来了。我们不吃糖。蒜头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没有，哎呦，十字架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淋的湿哒哒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只想赶快回家，快想想办法，躲到屋檐下，叽叽哒，滴
排队，亲亲爸爸爸。黄绿色小娃娃，我多么羡慕他，大街上开满了彩色一色花。有趣的事情呢，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来跳 Baby Shark 就知道咯。搬家家走，一起游戏，喂你吃点心，快乐无比，天天照顾你我的 baby， 健康有活力，抱你欢不不就不哭哭，脸上笑嘻嘻，喜欢你我的宝贝，笑容融化我心。喜欢你我的宝贝，幸福永不分离，喜欢你我的宝贝，我会永远爱你。
现到马路上竟然有斑马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是天竺鼠姐姐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。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看这里。